Look into my eyes and show me your adventures I haven't seen. Taking all the life, it hits the spot. Walking on fantasy. So take me, baby.一个礼拜又过去，又到咗我哋每周 Sport 周报嘅时间啦。今个礼拜时间会好紧凑，因为我哋会讲大改革嘅 Apex 同埋近期好红嘅霍格华兹究竟表现系点呢？如果你系第一次睇我嘅频道，逢礼拜日我会推出 Sport 周报专讲游戏新闻同专题，逢礼拜三会推出 Sport 游戏人生，专介绍 Game Pass 嘅游戏同潜力新作。同时今段影片亦都系有留言抽奖噶，虽然谂住3000订阅先至抽啦，不过我都想。抽中的朋友可以 Day One 就玩到 Wild Heart 这款作品。冇错，今期的奖品就是 Wild Heart 的标准版数位游戏最好一组。抽奖的方法和详情、截止日期和公布日期都会是在 YouTube 的社群文章里面公布的，大家记得留意留意啦，同埋都留多啲言，因为分分钟下一个 Day One 玩到 Wild Heart 的朋友就是你啦。咁我哋就事不宜迟，立即开始一周简报的时间啦。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要来的始终都要来的，因为已经多游戏都玩不到的 Game Pass 又加游戏了。礼拜三会详细分享，但今期的阵容分量都是很爆灯的。除了讲到沉的原子之心，温馨提示一下，已经可以预先下载了。 SD Gundam 激斗图文更加是发售了半年都不够就强势加入了，正式宣布脱离日系游戏了。上一个《铁拳八》的 trailer 入边，经典的角色风间准妈妈就登场啦。冇谂过今次竟然是伴侣主角的 Lina。讲真嘅，冇咗条马尾同埋嗰个贴身的战斗衫，真系第一眼认唔出嘅。不过当你对手是恶魔或者斗神的时候，格斗用枪都系好合理啊。呢一个铁拳嚟噶嘛，系咪？虽然会有一个好小的延期啦，但 IGN 亦都放了今年大作《绝地武士幸存者》的全新9分钟实机画面，完成度、流畅度都是很好，证明延期真是为了打磨游戏咁解嘅啫。一周简报讲完，咁当然就到我哋重点游戏专题嘅时间啦。Apex 系咪真系准备好重新呢？当年震撼 FPS 同免费游戏界嘅 Apex， 不知不觉已经踏入第四年啦。经历过唔同嘅高山低谷，第三年开始佢都面对免费游戏最惊嘅玩家群流失。当然啦，外挂、炸鱼、排位问题等等都可能是原因，但不是我哋今次的重点。今次重点是打算用更加精简、更加易明的角度，令到未必是 Apex 圈的观众朋友都可以了解到这个指标性的大屠杀游戏，为什么即将会吸引翻大量玩家翻去玩。呢一连串嘅 combo， 首先一定要提及 Apex 今年世界性嘅电竞比赛 ALGS Speed One 嘅季后赛冠军，就系由人气最高嘅队伍同埋选手 TSM 同埋 Imperial Health 夺得嘅。好多人讲笑咁讲话，佢哋夺冠又可以令 Apex 生存多一年啦。但我觉得今年 ALGS 数一数二嘅热血同埋精彩程度都系原因之一嚟噶，特别系 TSM 夺冠嗰一局游戏。无论是王者抢占天台的时机，预判王者起飞去到中局最有利位置的神科，又或者是最后被人突袭都可以即时后退、跳起、锁死一隻、打残一隻的自信操作。 TSM 夺冠的过程充分展现了 Apex 和竞技游戏的核心，从来都是以全面的大局观作为前提，加上超硬的枪法和纯熟的角色应用，达到一场又一场的团队胜利。这些电竞比赛竞争的激烈程度和精彩程度，绝对是会令到一众玩家重燃回对游戏的热情，翻游戏玩多两铺，模仿一下啲知名选手嘅角色同埋战术嘅。而 ALGS 咁好嘅助言制都已经登场啦 ，Respawn 工作室同埋 EA 都唔系傻噶，即刻打蛇随棍上，喺呢一个时间点公布咗一个影响 Apex 根本性嘅重要更新内容 ：Apex 英雄狂欢。这个更新的第一击就是全面大 love， 游戏入面各个长期在天花板的强势角色，
例如可以直接扫到附近敌人位置的沉血犬和直耳，又或者被 Apex CO 用来在空中锁死敌人夺冠的天际线。这些强势的角色全部都被人 nerf 了，也都有几位英雄是被人大 buff 的。从此玩家揀什么角色揀什么阵容就不用被人绑死了，每场对战的体验都可以更加丰富更加多变，真真正正变回 Apex 英雄嘛。喂，你唔好苦我喎，削弱啲强势角色明明系正常经嘅游戏要有嘅嘢嚟喎。係㗎，只不过 Respawn 工作室今次真系下定决心要 critical hit 解决呢一个问题咁解。不过亦都放心，呢一个只系前菜嚟嘅啫。Apex 英雄一直都系有唔同嘅职阶嘅，后嚟改完又改，令到依家除咗扫圈嘅角色之外，其他大部分都系冇乜用㗎啦。不过单单系扫圈呢一个角色啊，已经为 Apex 带来很大的特色和战略可能性了。而今次更新正正是针对这一点，重新全面分配全部英雄的职阶，直接大洗牌。现在全部英雄会分为五个职阶，包括突击、散兵、侦察、控制和支援。每一个职阶是得四个职阶，都有相当突出又强大的优势。部分更加是可能好像扫圈角色一样，在 Apex 入面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中每个英雄分配的职阶其实都是有很细心去考虑过的。突击英雄每个背包容量可以比其他人收藏多一倍的子弹，场上更加是有去职阶才可以开到的红色突击资源箱，在对枪和逐战力方面比其他职阶就会有优势。而控制英雄就是之前的扫圈角色没什么改变，但原本大部分扫圈的角色呢就被人拆了做两个职阶，一个就是会大大影响到战场发生王者和混战的侦察英雄，因为他们可以透过分布在墙上面的扫描器直接看到地图上面敌人队伍的位置，被人扫到的是会有通知的，实用程度是很高，令到某两位被人大 nerf 了的朋友都还可以有机会出下场的。而另一个职阶 ,sorry, 就真系比较冇用啲嘅散兵英雄，技能系睇到空投嘅最高阶物品。明显呢一个职阶系用嚟限制啲角色嘅，限制嘅都系一啲拥有喺大屠杀入面好有优势嘅位移技嘅英雄，特别系恶灵、探路者、Valkyrie 同埋深远呢四个可以帮助团队长距离移动嘅角色。但幻象心谂，关我鬼事啊，摆我入去做乜嘢啊？而咁多个职阶入面最特别最震撼嘅就係支援英雄，除咗墙上面有佢职阶先可以开到嘅蓝色支援资源箱，令到团队续命嘅能力大增之外，原本队友死咗，你一系就放弃佢哋，一系就要冲去佢哋个箱嗰度执返个牌，咁先至有机会喺复活台嗰度复活佢哋。但支援英雄是不用的，可以直接在合成器一个整道具的地方，无论死了多少队友都可以直接用同样的价钱在合成器上合出来，变相大大改变了游戏的战术和可能性，令到团队的整体生存能力和翻盘能力是大幅度增加的。无论你是孤狼或者应对孤狼的策略也都会完全不同，特别是我最喜欢的角色 Loba 本身已经可以为队友带来大量的资源和弹药的了，现在更加可能会变成新的强势角色。每个英雄都有全新的团队功能和角色，而职阶也都令到地图上有全新的资源箱和扫描器，两者相辅相成，加埋出来的战术可能性、随机性，为玩家带来的新鲜感绝对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几何级数地去上升的。这种大破大立的全新挑战，真正就是新旧 Apex 玩家都想要的东西。另外也都有全新的能量武器登场，又加上玩家最喜欢的团队死斗模式，都是玩家社群反映想要的东西的。虽然这么大改变一开始一定是会有些乱流的，但今次改变的分量胆识都绝对是有诚意的，所以我都挺看好今次 Apex 的更新，或者就是新旧玩家回去 Apex 的最好时机了，一起发掘这个基础相当好充满未知的大屠杀竞技游戏了。Apex 人气会不会回升不知道，但霍格华兹很明显现在在网络里面已经爆红了，但因为官方正式推出的时候会再有 patch 去修正一些问题，所以我今次都是用一个速评的形式分享一下这款游戏在豪华版先行玩的时候，用 Xbox Series 主机在官方预设设定的游戏表现和感想是怎样，在爆了机和等没那么多人讲的时候我先再分享完整的心得了。
我的画质设定是用平均加上熄了 FPS lock 来进行游戏的，因为我觉得流畅度对重视探索的这只游戏真的挺重要的。霍格华兹作为一款 ARPG， 探索和古仔的部分会是占比比较重，而战斗时间正常来讲不会太多，当然你提咁冲去找一些山怪咁我阻你唔到。但游戏是一个以发掘世界的秘密和完成任务来升级的，战斗是没有经验的。但咁唔等于游戏冇刺激冇惊喜，因为战斗方面比我想象中做得更加好。按住唔同属性用唔同魔法去破敌人嘅防御，又有夹反嘅大技等等嘅 combo， 古代魔法嘅呈现同埋不死咒嘅呈现都係好鬼出众噶。玩上手有啲手忙脚乱，但挑战性真係好足够嘅。而作为重头戏的探索，霍格华兹在世界和沉浸感的打造绝对一流水平。除了好看地说为场景设计好靓优质还原霍格华兹格局等等，更加重要是在细节方面。你在学校的楼梯行行下都可能行错入秘道，路过的盔甲竟然会细细声在那里讲嘢，但这些只是冰山一角，有更加多谜题、机关、密室等紧玩家的。就连你开个宝箱啊，佢都可以俾你咁得意嘅反应，仲要有猫可以玩添。霍格华兹加十分。而当你以为个学校已经够多嘢玩嘅啦，出面竟然仲有个活米村同埋成个大地图俾你发掘同探索，呢一种程度嘅内容丰富度真系正。每个地方都系充满人、魔法、秘密，制作组真系俾咗成个魔法世界你去探索噶。自定义项目都是做得很细腻的地方，做完心理测试可以自由地选学院，魔像也有大量自由选择的地方，每一个自定义的项目的细节啊，相信哈利波特的 fans 会很满意。什么话白半糖更是着睡衣啦。但讲了半日，霍格华兹最重要的魔法呢，一个字影啊。因为战斗已经讲咗啦，但日常先至系你用最多魔法嘅时候。无论你系用 Lumos 做一只漆黑中嘅萤火虫，又或者用复原咒将啲物品倒带再破坏都好，甚至连最简单任务带路嘅魔法啊，魔法效果华丽度都系做到好满足噶。喺修复咒嘅表现方面，制作组真系做得比我想象中更加好。魔法的种类足够，更加有三款不舍咒令到玩家一试反派的滋味。不过游戏学魔法的过程呢，就致敬和优化了初代哈利波特的游戏，都是要画出了个咒语才可以学习，但过程比第一代容易啦。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玩过啦，当年呢有些魔法我是一直在画啊画啊都不够合格的 percentage， 搞个好鬼敏感。不过学完之后可以即刻使用到呢，节奏变得更加明快，变成更多时候是玩家在实际环境去掌握怎样用这个魔法。喂，咪住先，你标题明明好似讲到想 dislike 霍格华兹嘅喎，点解系咁喺度赞噶？咁事实上游戏嘅优化亦都真系有进步空间嘅，喺部分人都系场景会有 FPS drop 嘅情况啦，物质模组亦都会有再入唔切嘅情况，人物面部有时都会有啲黑点，而喺 FHR 模式之下，模组嘅表面就总系好似有一层薄薄地嘅嘢咁，室内嘅光影同埋色调，特别喺交易厅入边比较失色啲。虽然呢只 game 画面真系靓嘅，但比较多时候都系因为设计得好，而喺唔同模组之间嘅细致度嘅落差都系有唔少嘅。真系有时活米村啲僆仔咧，真系会令我有啲出气嘅。甚至乎喺自己嘅交易厅遇到孖生姊妹，我都真系无从求证究竟呢一个系村宾位定乜嘢咧。支线任务可以令到我哋更加了解身边嘅同学系好嘅，但同学嘅表情就真系一般咯。但配音好好。操作上比较令我困扰的是外观，这个是游戏唯一一个我真心觉得不是挺好的设计。为什么外观装不可以固定，每换一次装备都要重新校一次的外观，都挺不方便的。游戏重视世界观和沉浸感，但有些位置又真的比较遗憾的。即是例如被人派了去雷文克奴学院，韦斯利教授还跟我说入交易厅之前要解谜。好，我接受挑战。然之后主角就自己讲咗个答案出嚟啦，搞到我白白谂咗一阵。同时不舍就冇即时代价呢一点，我觉得对于沉浸度嘅影响系比较唔好嘅。冇灰地期都系少少嘅遗憾啦。确实以上全部都系一啲小嘅缺点嚟嘅，但正因为霍格华兹嘅世界系咁正咁丰富，反而令到呢啲沙石位变到好显眼，好阻住玩家沉浸喺呢隻游戏入面，至少我自己系咁啦。
就好似你去到度假胜地咁，前面有一望无际嘅大海，加埋金色成片嘅沙滩，有靓仔，有靓女，有沙滩排球，有小食摊档，一个完美嘅度假就喺度等紧你噶啦！你满怀住兴奋、期待嘅心情冲向沙滩，撑脚，仲要系贝壳爆埋光添。一嘢就即刻将你喺度假 mood 度抽一抽翻出嚟先，正正系霍格华兹同埋度假胜地咁正，所以呢一下少少嘅抽离先至会咁痛啊嘛。虽然呢只作品暂时喺我心入边嘅评价只有8至8.5分嘅水平啦，但分数有时真系唔重要噶。我相信制作组对于世界观嘅诚意，足够令到 fans 同埋大部分玩家喺霍格华兹度过一段充满惊喜嘅魔法时光。希望官方稍后嘅 patch 可以将呢啲沙沙石石扫毁走晒，令到玩家可以更自在咁享受呢一款俾 fans 嘅情书啦。以上就系今期 Xbox 周报嘅全部内容啦。记得参加留言抽奖攞奖品，亦都不妨喺留言同埋投票度分享一下你对于霍格华兹嘅感觉系点啦。以上就是今期 Xbox 周报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都喜欢这种形式的分享，记得 comment、like and share 我的影片，亦都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开启抢先看。今期 Xbox 周报就去到这里啦，是这样先，拜拜。